怎么了？听着稀稀拉拉的掌声，是有点失望了吗？我们刚才一上台都听见了啊。你刚开场以为是秦霄贤，这不是何九华对不对？啊，不是秦霄贤啊，在厕所没出来呢。何九华去厕所看他去了。说何九华上厕所给他送纸去了，好像闹肚子，好像是。对。啊，昨天晚上就是那个上吐下泻的。嗯。啊，别这么说，开玩笑的，别当真啊。我怕他不当真，有啊，老秦注意身体。没事。九华注意身体。没关系，这不全都录下来了吗？没事，开玩笑。他们两个也刚才那个大褂起了点褶，嗯，是吧？在后面熨一下，都褶子了。对对，换我们两个上来，没有关系啊。上台来可能有点失望，对不对？失望来说，你们尽量给我开心点啊。不失望、啊。我们上台来有好多朋友，对我们来说还不太了解，先简单的介绍一下，嗯，我叫张鹤伦。遥远的那边有个大哥喊了一句：“我爱你。”哈哈的，来呀、啊。什么就来呀，开开心心的嘛。哎，说相声呢，上什么花茶水啊？人家花钱了。花钱啊，真是的，有钱就不一样啊。你看，等你上完我再说。那还有300多位都没喝、啊、那算了，跟大伙聊一聊天啊、嗯、确实来说，今天看谁来的呀？啊，我师父。我大点声、嗯，装没听见呢、哎、都是看我师父郭德纲来的。对，还有于谦老师。嗯，人两个都是大腕儿、啊、我们呢都是小学生。是，我们这叫好车别爱破道。对，说完了赶紧怎么说话呢？这是叫什么？破车别爱好道，看人家来的。嗯，当然了啊，怎么人也得自信一点啊。那是啊，保不齐就那观众人就在这看张鹤伦来的，保不齐吧。啊，你看举个灯牌，张鹤伦我爱你，你看看哪儿呢？行了，别回头，骗你们的。嗨，还真有回头的，哪儿的？哎，找不着啊！最后一排那大哥回头，嘎的保安举的呀，太不长心了。真是的，咱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。嗯，旁边的这位，郎鹤炎郎老师，您老师啊，有喜欢他的吗？啊，算了，我谢谢各位。啊，还真是、啊、喜欢他的观众都已经坐在了这个剧场的外面。嗯。没买着票啊。哈、啊、那是了，不像话。这几都有啊，张鹤伦郎鹤炎小学生不值一提。对了，人观众现在都喜欢年轻态的演员，好演员，小鲜肉啊，长得漂亮，这是腊肉了。这腊肉肉松，我比他还糟践呢，是吧？都是那样的啊。但是我们来说吧，也有年轻的时候嘛，多新鲜呢啊。干人家年轻人还是比不了的啊，人家天天年轻人现在都哪儿去啊？哪儿去啊？对不对？人都有的不来这剧场了。那干嘛呀？夜店啊，酒吧呀。对，著名的夜店什么 7-11、哦、到那儿啊。您先出来。夜店 7-11， 对，那是24小时超市。夜里开的店吗？夜里开的店就叫夜店呢啊。太平间还是旗舰店？怎么想家了？回去看你去。不是胡说八道吗？这是夜店，都是那个酒吧夜店，名字不一样。对，都到那儿玩，灯红酒绿，是纸醉金迷啊。好家伙，这两句成语跟哪儿抄的？这是到那儿玩去。嗯，什么 bounce bounce， 对不对啊？都是现在流行这个节奏的嘛。什么 everybody 在你头上暴扣，什么 no friend 他根本不是 idol， 头上没毛就是一个秃鹫，听完相声给他一顿暴揍，死根儿。都是这个，我招你惹你了，在我这儿暴揍了。年轻人不都这个吗？年轻人喜欢，对不对？嗯，到夜店里边来说，人家消费啊，花钱。哎，现在流行那个什么重金属音乐、死亡金属、摇滚金属，是吧？啊，太闹腾，我不喜欢那地方。很刺激嘛。啊，那就现在年轻人有的是都是那种潮范儿才能去那个。潮范儿，你看，染个头发呀，哦，到那弄一钉儿，没钉儿。眉钉、鼻钉、哦、唇钉、哦、舌钉、哎呦、牙钉，您瞧瞧，下巴颏钉，对，这有个前列腺钉，对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，这是不是有一颗？人那叫齐钉，齐钉、嗯，对，齐个钉子，对，多扎疼啊，齐个钉子。都那个什么铁圈、铁链、钢环，这钢圈的，这怎么刚从修理厂下班是吗？都那个铁条的啊，哟哟哟哟，这不看模子啊？对，就怕遇见磁铁，为什么？遇见磁铁，当就贴上。
你别带那个好不好啊，都那个范儿的。嗯，咱去不了那地方。哦，咱们喝的东西什么都什么洋的，什么什么 tequila 啊，龙舌兰是吧，大哥？嗯，对不对？一般来说来一杯，哎，放一个柠檬片当点缀，也是为了折折味儿。哎，我要去我就不喜欢柠檬片。哦，换榴莲。换tequila是放榴莲，来个榴莲圈挂杯上，榴莲还得弄成圈。对，你加块臭豆腐好不好吧？咱们这炒饭学人家没有那么犯味儿，所以说跟人家叫格格不入。哦，啊，听点什么音乐啊？也不是现在这种音乐了。那您听什么音乐？传统的，比如说呢？哎，我不知道现在大伙儿听知不知道？我们那年代都听什么？像什么那个？咱们这年代啊，周杰伦。哦，都知道。周杰伦啊，不知道。Go out。什么 ？Go out。哦，你刮他是英文啊？我以为刮他，我说刮人家干嘛呀？英文呀，您直接就一句 out understand pardon what what 啊，这俩意思差不多啊。什么什么英？我你说的什么？哎哎哎，什么反正英文我你也听不懂是吧？我英文听不懂。对对对，你也听不懂这个。哦，咱就用中文交流就好了。行，这不该说这周杰伦，周杰伦，小天王。啊，对不对？人家是巨星了，但是嘴里唱的永远是有点模糊啊。什么叫模糊？就听不清他唱的是什么。有吗？当年的感觉吗？是吧？可能他们的不能他们的并不能等着偶然的相遇，瞬间直奔冬天。你在主动间，我在希望的之间，我在等你已经陌生爱的年纪，直到这个电视在的中间，结果能在这种你只属于我的那面，进不是美丽是冬眠，我为你是真的誓言，请闭着杯可不可不的。谁见过周杰伦一边唱一边乐的？因为我，你猜我唱的是什么？哎，你猜对什么词儿？我送你个 iPhone 十二 Plus。iPhone 十二有 Plus 吗？人家不是 iPhone 十二 Pro Max 吗 ？Plus 不是七才有 Plus 吗？对，我喜欢周杰伦那年刚出七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他唱的这个我也听不清楚啊。不，就是我也不知道是什么。就是让人一种猜的感觉。不是怎么人家就猜了，人家有唱得清楚的呀。比方说什么千里之外呀、啊、那是费玉清唱的。怎么费玉清唱？那俩人对唱的。就像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，清楚部分都是他唱的。是、啊、费玉清唱歌很有特点的啊，看着上方的灯，看灯抬着头，这只手揉着心脏。怎么了？真情像草原广阔，层层风雨不能阻隔，就在最冷枝头绽放，万丈阳光照耀你。换这边，我。行了，可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哥费玉清。灵魂附体了，您这是小感觉啊，学的都是小感觉吧，有点意思。在周杰伦歌比较好的，嗯，就比方说跟套马杆什么，当初他们结合特别好吗？胡说八道，不有那么天青色等烟雨，而我在等你，炊烟袅袅升起，隔江千万里，在平地蜀汉里是前朝的飘逸，而我只为遇见你伏笔。快使用双截棍，哼哼哈嘿，习武之人切记，忍者无敌，是谁在练太极，风生水起，习武之人不去一身正气，嘿巴扎嘿。这应该是他唱的最清楚的歌了啊。人家的神调啊配神曲，神调神调配神曲嘛，都有这种感觉啊。嗯，好，我们来说体观，听就是听这种歌。是你们一听说啊，这年代太久远了，没办法跟不上了。对，我们都是年代的。嗯，从我85年的，他是58年的，我们两个谁58年的？你不是大跃进时候出来的吗？这跃进的也太大了，这个就我81年的。那年代你们都听什么歌？我们听的歌那比这个还要老一些了。比方说呢，就是电视。最美不过夕阳红。
问心又从容，就是那年代的，是吧？我怎么觉得我要退休了呢？那是，是不是那年代的啊？那会儿我们有这歌，对不对？嗯，喜欢那个什么，看看什么《还珠格格》，《还珠格格》那都往后了，九八年了，那对，主题曲什么什么大象放屁，当，对不对？什么俏皮话啊！哦，说错了，孙悦放屁，当。孙老师跟他还在争着呢，那个时候那年代吧，那就叫当，没有那其他的，对不对？还有那时候渴望，渴望啊，对，主题曲《敢问路在何方》。嗯，您累了，累了啊！《敢问路在何方》是《西游记》的主题曲，这个应该是一首歌，两首歌，我认为是一首，这俩都不搭嘎呀，差不多，不能够。看，唱你听听啊，怎么唱啊？你挑着担。欲说当年好困惑，迎来日出难取舍，踏平坎坷成大道，这样执着究竟为什么？是不是一首？是。听话，我的小表妹儿。你唱的挺好的，老帮菜。呀，还有点词儿，我的老 baby。没事儿啊，小表妹儿是个什么词儿呢？听着吧，你个嘚儿嘚儿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，这是？听着，现在词儿可好玩了啊，对不对？现在来说，听着这些啊，不习惯了。嗯。我们那时候就听这歌啊。哦。老歌啊，还有就我们就。有一个我们当年特别流行的这个组合，什么组合？不知道你们知道没有？叫凤凰传奇。啊，那是你们当年的。说的好像你不是一样。我们都是夕阳红那个年代的，对不对？啊，那年代人家那时候叫神曲，又神曲了。哪个广场舞大妈没听这个，没跳过这个呀？那会儿手机里还这个呢，对不对？嗯。又当年有什么，在你的心上自由的飞翔，遥远的边疆随我去远方。为什么这歌叫神曲呢？为什么呀？就因为这歌，你看它的节奏是神奇的，怎么放什么词儿都正合适。那自由飞翔就是自由飞翔，还放什么词儿啊？什么词儿都合适啊。放什么呀？比方说《唐诗三百首》。唐诗，哎，放这里就正合适，这不胡来吗？你看，比方说啊，那个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，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静夜思，是不是很神奇啊？这就是偶尔的一首，让你给凑上了。什么叫偶尔啊？啊，什么叫偶尔啊？干嘛还来劲儿了？对了，这我这就能耐，别的也行啊。当然了，唐诗都能搁里边。当然了，裤衩着火，当然了。这是个什么俏皮话？这是老词啊，来，悯农，我听听。悯农，嗯呐，悯农。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，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还真行啊。当然了、当然了，咋着又燃了。你甭来这课，再来一个行吗？可以啊。咏鹅。别乐别乐。曲项向天歌，白毛浮绿水，红掌拨清波。还真难不住了啊！当然了，已经快着没了啊！好，好，好！早发白帝城，好没听。朝思白，朝思白帝，朝思白帝彩云间。来呀，快点！哎，这字儿多啊！快点来吧，你个老 baby。张没戏了。朝着白的彩云间，千里江陵一日还，两个双停不住，千里一过万重山。嘴皮子倒挺溜骚，能耐哦。这叫什么？这叫什么呀？纱窗擦屁股。怎么讲？露一手。对，哈。您这太恶心了，这个都是能耐。好家伙的，以后别老拍我了啊！
就是你也来点能耐呀。我来能耐来什么呀？你看我要不说捧哏的来说啊，就这点、怎么了？逗哏的当当当，成本大道捧哏的嗯啊哦，就这个。我们是这样的，就跑台上听相声的。他十八字真言吗？嗯啊，这是哀海又何别停腾，就这么点词儿、别停腾是什么？有那个拿那扇子打他们，知道吗？嗯，别停腾，是吗？有没有这个？有这个。回忆回忆，啊，是有这个。怎么呢？但是我们这话都是在结构里边。我就是你呀、啊，在台上也展示展示，你别老站台上骗钱啊。我没骗钱呢，我展示。来，你也能那展，你我唱半天了，你干点什么呀？要不你跳一个行不行？好，好，我跳一个啊。我跳一个什么？能跳吗？我跳一个社会很单纯。我跳，你就不如那个我害怕鬼。不是，我是那闲诗，我是那个。鬼魅伤我分红。我要害怕鬼，我就不看你了。我就害怕你半夜让我睡不着觉。就是他，知道吗？打呼噜，我们俩谁也别说谁啊！呀，我真是咬牙放屁带吧唧嘴的。那是你都吃饱了，你这。嗯，哎，咱俩展一回。展现什么呀？我唱一回，你跳一回。你现在先告诉我你唱什么呀？唱一个，唱一个，唱一首《牧羊曲》。牧羊曲。哎，有个好家伙，这估计跟亲爱的朋友们都代沟了。这是少林寺的主题曲，对，李连杰老师主演的那个。要不说我们这个年代就喜欢这老的吗？啊，对不对？当时画面极其唯美。是，我一看你把这个舞蹈啊，就那个歌词舞蹈的方式，哎，这让大伙看看，没几块成精飞起来在空中砰的一个那种感觉。大过节的谁看这成精的？这有看的吗？这个对不对？展示一回吗？啊、行行，我试试，我琢磨琢磨啊。再来一回，好，我准备准备啊。干嘛还露出三短的胳膊？什么意思？三短的胳膊这词儿。修长的小胳膊。修长都说大腿。不是，你看，咱俩差多少？确实，我们俩这颜色确实一黑一白啊。但是这么短儿，哎呦我的天，真好玩。嗯，大伙看看什么什么叫煤气罐成精啊？你看露出修长的小短腿儿。你看，你老露腿干嘛呀？我的天！你这胳膊比我刚才是六步走上台的，他是十四步。我们就为了省电，你知道吗？来一回啊！来，哈，我还得再记。怎么？干嘛还记呀？没事儿，好，就对对对，确实太短了，还得往上露露。来了啊！来，你往这往前这站点儿。好，刚才你说周杰伦没听说过，就是他。来了啊！日出嵩山啊，这是啥？日出，这太阳就叫你举起来了，就这样。哎呦我天，可以啊！来了啊！日出嵩山啊，晨钟惊飞鸟，林间小溪水潺潺，坡上青青草，野果香，有山花俏。跳，羊儿跑，举起鞭儿轻轻摇啊摇，狗儿跳，羊儿跑，狗儿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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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您这是牧羊犬、啊、我这是牧羊犬。别唱了。